我的滚刷怎么办？出来！克里尼！啊，你好，泰坦。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那个，我用来打扫的滚刷滚到里面去了，拿不出来了。看来我得请救援队过来帮忙了。这点小事叫什么救援队？让我来。好了，可以拿出来了。谢谢你，泰坦。那我还有事要忙，先走了。谢谢你，泰坦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又该出发了。克利尼，你又有什么事啊？你要去哪里呀？去木材厂。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我没有。那让我帮你把轮胎擦擦干净吧。求你了，克利尼，你干嘛总是跟着我呢？人家就是想帮帮你嘛。你说你要帮帮我，真是太好笑了。我很忙，你能让开吗？这个是泰坦的，泰坦，泰坦！呀，要是出了事故可怎么办啊？救命啊！那可是要出大事了，我看我还是赶快报警吧。紧急呼叫！紧急呼叫！泰坦不知道轮胎出了故障，正前往木材厂。我们要在出事前找到泰坦，请大家立即行动。是，小娟。你先去看看现在泰坦在什么位置。好的。报告，我找到泰坦了，泰坦正走在希望山坡的下坡路上，幸好他还没出事。辛苦了，海莉，让泰坦在附近停车，帮他检查一下他的轮胎吧。好的。泰坦，停车。什么事啊，海莉？有人报警说你的轮胎出了问题。什么？我的轮胎？这不是跑得好好的吗？我可没问题。不行，泰坦，快停下来，我马上帮你检查一下轮胎的情况。海莉，我正忙着呢。泰坦。泰坦，海莉，海莉，轮胎不停使唤了。冷静点，泰坦。有我们在呢，罗伊，我们上！安巴，给他救生气垫。好的。好险啊！
蜜蜂，等等我。你去哪里了？快出来，跟我一起去郊游吧！出来，快出来！哦，甜甜的味道。怎么这么多蜜蜂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什么声音啊？快来救救我呀！救命啊！斯普奇被蜜蜂盯上了。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娟，不好了，一大群蜜蜂在追斯普奇。怎么回事？朝广场方向去了，后面跟着一大群蜜蜂呢。好的，我这就派救援队过去。还是把斯普奇和蜂群引到郊外比较好。嗯，海莉，你先过去，把斯普奇带到14号公路那边。嗯，好的。罗伊，安巴，抄近路走吧。好的。好的。嘿。斯普奇跑哪儿去了？救命啊！在那儿呢。斯普奇，斯普奇，海莉，别担心，斯普奇，救援队马上就来了，镇静一点，跟我来好吗？有蜂群来了，请大家让开。往这儿走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们马上就到。好的，罗伊，准备好喷雾器，海莉到了以后就驱散蜜蜂。好的 Polly。 斯普奇加油，马上就到了。好的。我们来了。来了。罗伊，开始行动。累死了。你们看，蜂群又飞回来了。因为斯普奇身上沾了蜂蜜，蜜蜂又被它吸引回来了。罗伊，快帮斯普奇把蜂蜜洗掉。好的。有了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好了。现在可以了。嘿，蜂蜜在这儿呢。没错，这里。波利，我把蜂群引到安全地带再回来。好的，小心一点，海莉。这下终于得救了。
小娟。啊，麦克斯，你好，你是来报名的吗？嗯，但是我还没想好报什么项目呢。那你先看看再决定吧。赛跑、跳远、跳高、跨栏，哦，这些项目都好难啊。怎么样，想好要报什么了吗？还没有，一会儿我想好了再来吧。哦，麦克斯，要赶在天黑之前报名啊，记住了吗？您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哦，彼得先生。啊，麦克斯，麦克斯不是早就回去了吗？哦，什么？哦，您别担心，我们会好好找找的。出什么事了，小娟？麦克斯他早晨来报名参加田径比赛，到现在都没回去呢。这么说来，他说过下午会再来的，也没来呢。什么？麦克斯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我们还是立刻出动，争取尽快找到麦克斯。是，凯普，你看到麦克斯了吗？麦克斯，报名的时候见过一面，之后就没看见了。是吗？明白了，谢谢你。麦克斯，我看到过，他好像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。天黑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唉声叹气的朝七号路的方向去了。朝七号路的方向去了。大家注意，斯普奇说他看到麦克斯朝七号路方向去了，请立即前往七号路方向。好的。狐狸，你快点！麦克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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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啊，请注意，大家快来东边的山坡吧，我找到麦克斯了。麦克斯，波利，麦克斯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才是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是啊，麦克斯，你下午也没来报名。那是因为我没法参加田径比赛。没法参加田径比赛？那是什么意思？你看我又慢又重的，就算参赛了也会被大家笑话。怎么会呢？没有人会笑话你的，麦克斯。我们现在还是赶快回去吧。我不，大家如果问起我报了什么项目，多丢人啊！虽然我也很想报名参加比赛。啊，不然你跟我们一起做一些准备工作，怎么样？准备工作？任何比赛都不是只有选手参与的，为比赛做些准备工作也是一种参与的方式啊。没错，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工作，选手们怎么能放心比赛呢？是啊，麦克斯，你就跟我们一起为田径比赛做些准备工作，怎么样？真的？我能行吗？当然了。哦，现在刚好就有需要麦克斯帮忙的事情。什么事啊？可以了。拜托了，麦克斯。放心吧。哇，真是太棒了！多亏了麦克斯，明天可以顺利开赛了。谢谢你，麦克斯。能帮上忙，我也很高兴。
明天也要拜托你喽。嗯嗯，我会尽力的。啊，应该快到了，难道不是这里？克里尼，快点，拿出地图来看看吧。好的，你先闭上眼睛。闭上就闭上。沿着山谷一直往前走，经过一棵枯树，再往右走，宝物就在大象形状的石头下。啊，大象形状的石头，就是那块石头。呀吼！波斯提，不是叫你把眼睛闭上的吗？你犯规！哦，宝物在那儿。波斯提，你站住！波斯提，我先到，宝物就是我的了。先去看一看情况怎么样了。好的。哦，在那儿呢，克里尼。海莉，别担心，克里尼，救援队马上就到了。哦，来了。别着急，海莉，我马上就下去。罗伊，安巴，等我下去以后，把救生篮准备好。好的。你再忍一下，我们会把你安全的救上来的。嗯，谢谢。罗伊，把救生篮放下来。没问题。再往下。慢慢的走进来。我好怕。海莉。克里尼。有我在这儿扶着呢，你别怕。哎，哎，我不敢动。没事的，克里尼，你不用着急，慢慢的走过来就好了。很好，克里尼。刚才真是太险了。罗伊，慢慢的拉上去吧。好的。